吃饭了吧？吃饭，吃饭，盛饭。我那个骨头汤做好了。小可乐盛饭。有骨头汤。高压锅里面的。啊，这个气儿放了没有？放完了。哇哦，有玉米。不错的吧？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喽，吃饭。待会我再用那个黄瓜跟你们搞一道凉菜，好不好？黄瓜，嗯，拍黄瓜呀，不用了吧，多吃了吧，可以了、嗯、吃饭，一大锅，满满一锅，三锅、嗯、这锅够咱们仨吃了吧，那肯定够了，吃饭小可乐，这里啃大骨头吧，可以，啃一个大的，哇哦，是不是要弄点蘸料啊，人家说啃大骨头要弄点那种蘸酱啊什么的，不用蘸就可以了，我从来没有弄过那个蘸酱，哇哦，看见好好吃啊，嗯嗯，香香吧，嗯，这里面有玉米也很好吃，嗯，这块肉好好的，小可乐这块给你吧，小可乐喜欢吃玉米，这块我喜欢吃玉米，你等一会儿你自己夹吧、嗯、这个醋溜白菜好吃吧，嗯，不错，醋溜白菜，大白菜、嗯、这醋溜白菜好好吃，清爽、嗯、是不是清爽、嗯嗯嗯、有一点点酸酸的，因为大骨头嘛比较油腻嘛，然后做一个醋溜白菜吃了比较爽口一点，不然太油腻了，嗯，你们看子睿吃饭香不香看完之后又饿了得，嗯，嗯，香。小可乐，你要加油吃啊！一个玉米在那啃半天，牙口不好，吃麻麻不香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哎，你不是长出来一个新牙吗？快！哎，长出来一点点了，那么长了。嗯。牛奶没白喝。嗯。嗯。好烫，好烫，烫烫烫烫烫。吃饱喝足了，今天晚上这个大骨头我感觉吃到好满足啊，真的好好吃，感觉放了盐稍微有点咸了，但是咸的就显得肉很香很好吃，放了好多好多盐，小可乐还在吃呢，今天晚上谁洗碗、啊、小可乐，我呀，我肯定要赚钱的呀，你要赚钱自从给小孩发工资之后每天碗都有人抢着洗，小可乐抢着洗，他要赚钱不错不错，好吧，那你就赶紧吃完去洗吧啊，然后赚完钱之后雇一个洗碗工，雇一个洗碗工，赚了钱之后你再去雇一个洗碗工，哟，可以哦，然后你赚五块给人家开三块，人家赚两块是吧，躺赚，哟呵，可以啊，是不是我们要把工资降低点了好吧，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吧，啊，大伙该吃饭的吃饭啊，拜拜。